你。我就像这样静静地躺在你的怀里，求你。对了，我可以找你大姐，找你二姐。对了，仙女湖那个钓点，我们去仙女湖。呀，去仙女湖。如果你能救活他，我愿意娶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自打新余县衙到了七老爷手里之后，平反冤狱，惩治豪强，除强扶弱，新余县境内啊，没有一个人敢偷盗。没有一个人敢缺斤短两，也没有人敢玩忽职守，所以在新余人的心目中，他是一个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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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清官。这么厉害啊？嗯。不。我先进城去查一下，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。我回到长安就扒了江春的狗皮，然后告他污蔑。嗯，哎，我常常出入于县衙，跟那的人特别熟，要不然你查七老爷这件事儿就由我来帮你吧。那太好了，反正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。嗯，哎，徐炳，你可不能这样就进城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新余城里的女人全是狼，见到男人眼睛都会放绿光。嗨，他又不能把我吃了。我看差不多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呀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然后再找那个县令郭莹，找台轿子把我们接走。你认识郭莹啊？就是他给江冲连上三封密信，所以我才来这儿的。哦，原来是他。从今天起，齐老爷在新余横行霸道的日子结束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是我郭老爷说了算。齐老爷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？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？还是听七老爷的。七老爷，你可担心死我了。是谁在新余横行霸道的日子
到头了。七老爷，您把水给我拿下来，我拿不下来，麻烦您亲自动手。七老爷，横行轻于十几，霸占县衙，欺女霸男，强抢民男，这些话是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您告诉我，我上他家放火去。直指绣衣使者江冲说的，还给人家上了三封密信呢。七老爷，您说让我怎么死吧。你进去。哎，七老爷，哎，七老爷，七老爷，七老爷，您要关我，也得把我关到男牢里去啊！您看看这儿，这是女牢啊。西域大牢里早就不留男人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还分什么男牢女牢啊？嗯，要不您换个地儿关我吧。我在这儿，那不是羊入狼群了吗？切！哎呀，那你就等着喂狼吧。哎，七老爷，哎，七老爷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可不能怪我，是你后娘让我干的。啊？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后娘这样给我说：“郭老爷。”给您打听个事儿，听说皇上派了一个叫江冲的直指绣衣使者，您知道吗？我说知道，听说他是个酷吏，专门替皇上监督诸王和各级官吏之间的私密之事。你后娘当时说执法很严实吗？我跟你后娘说，执法不畏权贵，不避皇亲，只要有违规制之事，他绝对不徇私枉法。你后娘笑了笑，后来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哼，又在背后坏我，没你好日子过。关着！哎，齐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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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老爷，齐老爷，齐老爷，猜，你是齐老爷？嗯，是啊。你都长这么大了呀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七，你呢？小七，猜，猜不出来。我认识你。嗯，哎呀，就在那个郭县令那个牢房里，我们俩一起关在那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？嗯，哎呀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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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可千万不要把我那个秘密说出去啊！啊，拜托了。你是不是坐牢坐傻了呀？你装什么像啊你？你要敢说出去，我烧你家房子！又来这一趟，猜，你不想出来了？不想。你坐牢坐上瘾了？上瘾了？哎，戒不出来，戒不出来，我戒不掉，戒不掉，你戒不掉，那今天我也得放你出来，哎。我可是认真的啊！你要是把我放出去，我今天一定到你家烧你家房子去。还有我治不了的人了，走，还敢把我放出来？上次放出来啊，我白挖了七年，这次再放出来，我可不是要白折腾十年吗？谁能有我冤呀？我当县令都当成这样了。你
谁能有我惨啊？大哥肯定上到牢里了。哎，你，哎呦，你这也太恶心了。我有那么恶心吗？恶心。你装女人就装呗，用得着这么扭吗？啊？那我换回来了。走走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小七，回来了啊！哎，小偷啊，咱们七老爷在县衙里吗？哎，七老爷好像走了。哦，走了。哎，对，那是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一大早就和郭莹郭老爷他离开了新余。嘿嘿，你找他有事儿？没事没事，那谢谢啊。嘿嘿，不客气。走，嘿嘿，走走走。嘿嘿嘿嘿嘿，两位客官，哎，您慢走哈。都听明白了吗？一定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。哎，两位姑娘，您里边请。来了，哎，记住了啊。哎，两位姑娘，里边请。哎，小二来壶酒。哎，来了。两位姑娘，吃点什么呀？老板娘，哎，你跟你打听个事啊。哎，你说。嗯，你知道新余县城有没有一个叫七老爷的？哦，太知道了，太知道了。这个七老爷啊，可是个大好人，是个大清官。自从他执掌县衙以来呀，我们新余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连狗都不咬人啊。你这个说得好。是吗？啊，我认识的人。荣班头，你今天没当值吗？我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不是被那妖怪抓走了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县衙当差的。小二啊，哎，给这两位姑娘找一个宽敞点的地儿啊。哎，好，好好招呼着。姑娘，里边请。谢谢老板娘。这样就好了，谢公主。果然在这里。嫌你户太近，我得想个什么办法把他给引过来才行啊。你烧得掉他，烧得掉过去吗？如果能烧掉的话，我早就把他给烧了。微信已是声名狼藉，承蒙三公主不弃，当了这么多年的长，微信早已厌倦了。
回到长安城，对陛下做个交代之后，卫青就和三公主一起归隐仙女湖。你可是大汉朝的半壁江山呢。大汉朝已经有了驱兵，完全可以接替卫青了。卫青，你愿意娶我是因为爱我，还是为了救我？不用回答了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哪还敢奢望那么多。不，三公主，等等，唐木经出现了，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马上除掉他，否则谁都不会安生。三公主，你行吗？先回长安等我吧。三公主，胆小鬼，上次我一不留神被你打飞了，让你侥幸赢一次，你以为我打不过你啊？你以为我是来赢你的吗？我是来杀你的。那杀？就你还敢杀人呢？啊，好，叔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叔，叔，三公主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打小七的主意了，我再也不敢欺负卫青了，饶了我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娘娘啊，娘娘母后啊，先找点药上去。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个。你要是觉得好吃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做好不好？好。今天他们都不在家，要不然你住在我们家吧。恐怕不妥吧。这有什么不妥的？我害怕别人说你闲话。他敢。其实我就是想看见你。一会儿看不见我就受不了了。其实我也是。那你今天住在我们家行不行啊？我怕影响你的声誉。这样，一会儿我去趟县衙，让他们给我想办法安排一个住处。也行。快吃快吃快吃。真好吃。请。
大将军，您早点歇息吧。啊，初七，你哦，我还有事情要跟大将军说呢。啊，是，小的先告退了。让我亲一下。嗯，大将军，你放尊重一点啊。嗯，你怎么放开我？我喊人了啊！没有道理呀！啊？没有王法呀！啊？我怎么这么窝囊啊？啊？我一个堂堂的县令。从来都是我欺负别人，从来就没有人欺负过我。啊，哦哦，对了，我老婆图案啊，可是自打到了这个新鱼，看什么看？我不就是着急想亲亲你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可是我舍不得你啊。他们知道我在这儿不好。我真的得走了。你要不然等着蜡烛灭了我再走吧。太好了。我郭莹七岁倒背诗经啊，啊，八岁我默写春秋，十五岁经史子集无一不通，无一我不晓啊，啊，十六岁我就立志报效国家，我到了十七岁娶了老婆，从此把钱当成了宝贝。这人怎么没了呢？没见放他呀。小七，我怎么看你看不够啊？我看你也看不够。我帮你换一下蜡烛吧。我该走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哦，你放开我吧。你别跟个苍蝇似的了。我真的要走了。要不然你等这支蜡烛燃尽了你再走吧。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这是老天爷想放我走啊！我这回真的要走了。要不，等那只蜡烛灭了，你再走吧。玉斌，我舍不得你，这下得等好长时间才能见到你了。我也是。这要是夏天该多好，夜还能晚点。要不然咱们再点一根吧。这已经是最后一根了，没有蜡烛了。看来老天是真的要我走了。小七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好，走。你也挖得快一点了，哎呦，一定是个女人挖的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是郭老爷。进去吧。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我们家离县衙原来那么近呢。去病，要不然我再送你回去吧。现在啊，新余的女人可怕得像禽兽一样。这不行，你送我回去，你回来也是一个人，那我不。没关系啊，我是一个女人。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办完。是谁托你送来的？那个人不让说。公子是当兵的吧？你看你看，你都被人看出来了吧？你这个年龄不当兵也不行啊。是七雕烈托你送来的。嗨，既然你猜出来了，我就不瞒你了。七雕将军这些年一直非常的内疚。请公子替他拿回去吧。那可不行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
我回去没脸见人了。我早就已经原谅他了。唉，但是他好像自己还没原谅自己啊。这些年他一直勤俭节约，跟士兵同甘共苦，这些是他这么多年所有的积蓄，如果你不收下的话，他就更不会原谅自己了。哎，婶儿，要不我给你收了啊。嘿嘿，这些年他过得好吗？嗨，齐家将军十几年前就跟着魏大将军了，作战非常勇猛，屡立战功。哎，他现在还是骠骑将军的主力先锋将军呢。那就请你带句话给齐雕将军，这些年我们母子承蒙草鞋大侠的照顾，过得很好，这些金子呢你就收下了。你早就原谅他所做过的事情了，我相信他的好兄弟太重也一定会原谅他的。来了。这人怎么回事？大早上就喝醉酒了，兴许是昨天晚上的酒就没醒了。哎，大王，听说最近出了个歪脖子大侠，到处行侠仗义，专找像我们这样的下手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先躲躲呀？哼，躲？姑奶奶，我躲过谁呀？这歪脖子大侠来了更好，我就把他给拿下，做姑奶奶我的压寨相公。嗯，哼，哎，这好像不是个女人吧？大王，这个你可以抓回去做压寨相公了。走。哎呀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你压崩半个步子，哎呀呀呀呀！姑奶奶，我可是管杀不管埋。啊！哦，哟呵，怎么回事？吓的，肯定是吓的。我长得很吓人吗？嗯。嗯，兴许看了我一眼，看了我一眼。嗯。其实我真的不想打女人，但是实在是没有男人可打的。这是谁啊？脖子是歪的，胳膊血指向地，肯定是歪脖子大侠。好，来得好，一起给我拿下。是。哎呦，好快的手法呀！歪脖子大侠饶命，您留下给我们当歪脖子大王吧，我们都给你当歪脖子夫人啊！你说你们几个败家娘们放在地不中，做什么贼呀？ 啊， 啊！是，不是没有男人了吗？所以抢劫得粗活，只有我们女人来干了。是啊，是，怪不得你。这样，我给你们指条明路，以后就不要再做贼了。那去哪儿干什么呀？东去300里，有个地方叫新余，那里有地可以种，而且赋税还挺轻的。啊！谢谢大侠，谢谢歪脖子大侠，谢谢歪脖子，谢谢歪脖子，谢谢，谢谢，走吧，谢谢，走。哎，大王，这个男人咱们得带走。不要，你我的。哦，你的是你的，走。
没事吧你？嗯，没事。谢了、啊、兄弟。嗯，我身上有味儿吗？嗯，谢了兄弟。嗯，那边还是这边？嗯，那边。嗯嗯，他爷爷的真没劲，好不容易看上一个男的，还没到寿数。是啊。哎呦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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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过去。啊。哎，他肯定不会搭理咱们。跟俊郎是啊，俊郎是啊。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是这个、这个、见过见过见过，在山上被山贼给绑了，不过又被一个歪脖子大侠给救了。是、啊、歪脖子大侠。哦，他说他是个墨者。啊，哎，叔叔，就是这个，哎，脖子这样的，这个胳膊这样的，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是是是是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你看是这个，真近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走啊，走呀，走呀，走啊！你怎么走了？别走啊！就是，别走啊！我这眼就看上你了，你别走啊！我会报答你的，你太仗义。浪迹天涯，行侠仗义，不用报答。没事，你够朋友。嗯，哎，哎，哦，哦，我什么路数这是？有这么报答的吗？拿人当人质，长本事啊！三公主，你不在天庭面壁。私自和大公主、二公主下凡来帮助七公主，难道你就不怕你娘责罚你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先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，否则娘娘不但知道你私自下凡，并且还会知道你已经爱上了卫青。你猜她会怎么对待卫青呢？卑鄙！别喊啊！想杀我灭口啊？啊！先拿锥来垫背吧。嗯，三公主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个卑鄙小人，千万不能放过他。我死了倒没有关系，麻烦你啊，帮我给陈初七的姐姐袁心带个话。什么话？有一次他问我，小七拿我脚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让他出去？其实我吧，我就是不想让我喜欢的人。看到我的窘相，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三公主，我不想杀他，杀他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不追我，我不杀他，啊？带我走。带我走。起来，带我走。走。哎哎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这边，哼，哎，哎，别忘了我那句话啊！哼，
其实我是从来不杀人的。啊，你救了我，我放了你。啊。哎，你真的放了我呀？他往哪儿跑了？他朝哪儿跑了？那边，那句话，你还是留着自己跟袁心说吧。哎！